我朋友找我去打牌，都很临时。然后，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吃饭，就工作完的时候，然后就立刻杀过去他家。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你家有没有什么泡面可以煮给我吃的？然后我才刚拿来，然后就是你知道泡着，然后才刚开始边打。后来你知道，就等他泡好，然后冷了，我就吃一口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打一张牌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就放炮了。然后重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双响炮。然后全部人大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拿的那一碗泡面就是双响。所以就是哇，就马上那个泡面钱都吐回去了。我要去朋友家，他叫的那个晚餐给大家吃，你知道是吃什么？苏西。他叫了一大堆苏西给大家吃哦，好有心哦，他还要这样哦。打完又这么夸张，好气人哦。